今天怎么回事？怎么还调不好？您的外卖啊，放那边就可以了。哎，好。怎么办呀？晚上就要送去演出现场了，这下完蛋了。要不我来试试？你一个送外卖的能行吗？不试试怎么知道吗？哎，还不错哎。用一首歌的和弦为你写下最美的诗篇。你也喜欢这首歌啊？这是我最爱的音乐人徐飞的歌。啊，对。天哪，你唱的还挺不错。这唱功恐怕比徐飞都强。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我得走了。哎，等等，等等，大神。最近 KL 集团正在进行音乐人海选，你要不要参加？你们好。哦，是来面试的吗？请填一下。是你，大神，你真的来了？对。等一下，加油哦。给，有点嗓子。谢谢。下一个，林立。评委老师，我是林立，下面我为大家带来我的原创作品。开始吧。在你指尖缠绕的温度，纷飞的回忆，连以后都会充满我的足迹，藏在脑海里，感到特别开心，变成爱的密码。So baby don't go， 切，带我到会有你的地方，永远都在一起走。Oh，Oh， 我们要一起飞到世界的最中心，你就在我的眼里，当你都飞不出去，隔多久你就不会消失我之中。林立，我们公司决定签你。等一下，一个抄袭陈信的人是不配唱歌。KL 集团正在进行音乐人海选，你要不要参加？林立，我们公司决定签你。一个抄袭陈信的人是不配。我没有抄袭。没有抄袭，那你怎么解释你的歌和旭辉未发布的新歌 demo 一模一样？林立，说好了三年，你在国外进修完，回来我们就一起出道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你母亲得了重病，你还想着写歌挣钱？需要帮忙吗？我觉得你的歌还不错。这不是林立的谱子吗？来人，带出去！你滚！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所以你也觉得我抄袭了，对吧？你是有能力的人。我攒了好久的钱才买了这把吉他。这，你不是想证明你没有抄袭吗？嗯。等你火了，挣了钱再还给我，我相信你。带你去个地方，走。就是这儿，把你的原创新歌带给大家，证明自己吧。现在是自由表演时间，请各位音乐人报名上台。去吧。嗯。睡吧。嗯，不解的眼神，竟相爱。
人，光是猜测我是无人，有点烦人，又有点依人为写下。这么快就学会了？当然啦，你的歌这么好听，当然要学会了。就承认一笑倾城一见怎么忘，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当。最浪漫的王来了，哎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我心之所向。林丽，好久不见。我可以给你钱，只要你肯为旭辉写歌，并且永不露面。谢谢，我需要。抄袭者永远出不了头。那请你记住，抄袭者永远出不了头。咪咔，你为了跟这种穷酸鬼在一起，连工作都不要了吗？我相信李丽，她靠自己就能成功。下个月新歌发布会，祝你们好运。来人，带出去，把你的原创新歌带给大家，证明自己吧。抄袭者永远出不了头。我相信李丽，她靠自己就能成功。下个月新歌发布会，祝你们好运。没有新歌，你让我现场弹唱？对不起，辉哥，实在没有办法了。我都说了，不要现场，我不要现场。你先出去。不开麦，吉他要弹，要不你先在里面写首歌。我不去。我警告你，现在的位置是。走！啊，许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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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辉哥怎么不会调弦呢？可能是第一次 live 紧张吧。怎么回事啊？大家别着急啊，许辉这样是想把更好的表演带给大家。去吧。我来吧。今天我是不安和睡。大家好，我是音乐人林丽。以前大家听到的旭哥的歌都是我写的。真的吗？不可能吧，这不会就是一个闹事儿吧。之前大家听到的不是最终版本，这个才是最佳和弦。加油。挺好听的，确实很好听。他唱的好好啊！你以为单凭你几句话就能够把徐辉拉下水？那我这几句呢，够不够？我可以给你钱，只要你肯为徐辉写歌。天哪，原来徐辉才是抄袭者！就是他，就是骗子，他就是骗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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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骗子！是你说的，抄袭者出不了头。哎，林丽，我以前最喜欢听你的歌了，可以帮我签名吗？我也是，我也是。谢谢谢谢，林丽你好帅，谢谢林丽，再见，拜拜。你好，林丽，也给我签个名呗。对吧？